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《活泼的生命》啊！最近在暑假当中非常的炎热，我注意到特别有一些骑士，他们在等候红绿灯的时候，总是会找一些阴暗的地方来躲这个太阳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任何的困难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。来经历那上帝全能者的保护。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精彩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列王记下25:18-30，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、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，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，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，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。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。这样，犹大人被掳去，离开本地。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。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。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，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、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、尼陀法人丹户灭的儿子西莱雅、马家人的儿子亚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。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：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尘仆，只管住在这地，服侍巴比伦王，就可以得福。7月间，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10个人来，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。于是众民，无论大小，连众军长，因为惧怕加勒底人，都起身往埃及去了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，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，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，提他出监，又对他说恩言，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，给他脱了囚服。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，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，日日赐他1分，终身都是这样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25:18-30。这段的经文，我们看见了尼布甲尼撒的官员开始在清算南国犹大国，那个手段之凶残，他为了宣布、为了宣告他是真正的统治权，他们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。第一件事情，他们开始清算南国犹大国的所立的这些官员，清算之后呢，就马上的把他们逐一都杀掉了。其实我们读到这段历史，我们里头非常的难过，我们非常的伤心。
怎么一个过去上帝所使用的神的儿女、神的百姓、神所使用的国家、神的选民，到最后的结局居然是落到如此？这些官员是从过去约西亚王到如今，这些王都是很重要的，这些官员都是王所器重的一个左右手，如今他的下场居然是死亡，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难过的事。此外呢，我们也看见他们不单杀掉了这个犹大国的官员，他们也立了一个基大利的这个人来管理整个犹大国，目的呢就是要宣布他们的主权，这位基大利是地方的省长。然而我们看见后来过去所皇室的成员呢，却来后来把这个基大利所杀掉了。这怎么两件事情蛮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？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把过去犹大国所立的这些官员杀掉了，而这些成员皇室的成员也把尼布甲尼撒所立的这个官员杀掉了，这两件事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。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常常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会觉得匪夷所思的事。基督徒除非有一个永恒的眼光，我们才会突破，我们需要活在永恒之中，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过去。如果我们为了一点点过不去的事，我们里头过不了，我们在永恒之中也过不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永恒。基督徒需要活在永恒之中，当我们有永恒的眼光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就算不得什么了。在整个许多的朝代不断的在更变，包括南国倾倒，包括巴比伦占领，其实巴比伦很快也倾倒了，巴比伦很快也会被波斯帝国所取代，而波斯帝国很快就会被希腊帝国所取代，而希腊帝国很快就会被罗马帝国所取代。我们看见整个历史在演变的过程当中都不断在那个地方来做更改，而不变的是什么？永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活在永恒之中，我们有永恒的眼光，我们才知道上帝才是真正掌王权居首位的。许多的委屈会过去，许多困难会过去，许多挫折会过去，然而不变的是我们的神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把我们的困难难处放在那掌管万有统管一切这位神的手中。你要学习活在永恒之中。在列王记下的最后，我们看见约雅金他后来被释放出来，他做了37年的牢狱之后他被释放，这个时候约雅金已经55岁了，他的人生大半的日子是在监狱里面度过后来他可以很自由的出入，甚至也不用再穿这种囚犯的衣服他可以跟王一起来吃饭等等，好像王就尊荣他。这一段的故事，这一段的记载，这一段的史实，其实在做整个救恩的伏笔。因为我们看见约雅金的儿子撒拉铁，后来撒拉铁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所罗巴伯，这我们大概都很熟悉，因为所罗巴伯他在波斯王古列的年间，他带领将近50,000的犹太人回去南国这个重新再修这个圣殿，带来整个好像整个国家的一个曙光。这段的历史被记载下来，约雅金他的儿子撒拉铁，甚至他的儿子所罗巴伯，这三个重要的人物呢，后来也被记载在马太福音1:12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从来没有忘记过南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伏笔。
即便国家倾倒了，即便国家灭亡了，即便这个国家面对很多的苦难，外族的欺负，然而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对这个大卫所立的约，这是应许。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。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也会如此，我们遇到一些困难，我们遇到一些挫折，甚至遇到一些苦难，一些疾病，我们就开始在那个地方灰心。然而不要忘记了，神从来没有忘记他对他儿女的应许之约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。在圣经里面，任何一个应许，神从来没有让它落空。也许人在改变，但是神永远不改变。神纪念犹太人，他让约雅金重新在监狱当中出来，因为那是要接受上帝的恩典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即便我们生命当中几乎快要失控了，主的应许永远不改变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知道在人不行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即便我们面对许多的难处，很多快要失控的困难，许多快要失控能够无法掌握的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亲爱的主，求你亲自来掌权作王。谢谢主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永远不改变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